哎，你们有人知道烤冷面水放多少？哎，问着了，我烤冷面达人。你放多的话就成变成炖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别人放鸡蛋会把那鸡蛋捣碎。啊，像每一口都是。就是鸡蛋打到那个碗上。嗯。然后翻过来，然后捋不捋吧嘛，就软了。别放那么多水。你可以试试看。啊。对。行了，行，我知道了。这个啊。知道了。啥来着？白芝麻，白芝麻，鸡蛋，这些酱没有用，我试一试。上手就会。这张着嘴，张着嘴，整得跟有似的。啊，好幼稚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行，看着有戏，我觉得。这厉害了。这面不行，这面不行，这面不行。等会儿你甭管了，你瞧我了。别看别看。哎。放水了吗？刚没放，没放，再来一个啊！你过来看看人家是怎么弄的。哥哥，我拿个牌，这是我最成功的一个哥哥。哇哦！哥，尝尝那个。我试试。好软和。你让我尝尝。我还得是，我也怕太难吃。我不信，我不信。你让我尝尝。嗯，烫烫烫烫烫。咸，绝对能卖。可以，能卖。我觉得啊，比孟哥那个味儿还。哎，不错，不错。为了我有一那么一点成功的烤冷面。这个真的给他碰一个，眼瞅着就蜕变了，有待提升，有待。